来，今天大舅哥要来啊，今天给他整点好菜。你只有小舅子，哪里来的大舅哥啊？河北那个。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大舅哥从河北过来哈，今天做个家宴招待他，让他感受下四川的文化，开干。跟大舅哥准备块风吹来着哈，我自己做的。阿米，我来了。哎呀，大舅子来了呀！你可别胡说八道、啊，这可不是我说的哈，是网友说的。网友说的话不算吗？你少挑拨我和网友之间的关系。反正来四川，你的舅子都当定了。我走。吃半顿要吃你了，要走走来。你那个鸡怎么做？爆炒大公鸡，面粉儿，别醋。另外做些三次以上，每次十五分钟。不要洗太干净喽，半顿喜欢重口味。葱姜、料酒、香料放到屏幕上了，老抽，加入清水，上气后压十分钟。今天跟板凳做个正宗的肥肠鱼啊，铁锅片鱼肉，片小鱼排，片成厚厚的薄片，放点盐巴、料酒、葱姜，搅拌均匀，揉出旋旋，揉到鱼皮翻黏，放入红薯淀粉，揉到上浆备用，再切成小段。哎，这小鸡炒的可以啊，必须的，蛮香的。这叫什么什么炒鸡啊？爆炒大公鸡，八十的半，烧油，再放点猪油，调成混合油，下入泡椒、泡椒、红油豆瓣、海椒面儿，炒香以后下入肥肠，看着就想吃啊。加入清水，撒开后下入鱼排、鱼骨、鱼泡，十分钟以后放入芹菜、大葱。盛出来打底，哦，转小火下入鱼片儿，水开后五十秒就可以了，放点藤椒油，盛出鱼片儿，浇上原汤，再来点白芝麻、花椒、干海椒、蒜末、椒油，点点葱花、香菜。就这个肥肠鱼，我厚点评，你们那个小红心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哦，来，大舅哥切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今天的舅子都当定了啊！阿公整，来阿公，尝尝我的手艺，大鸡腿。哎、你尝这鱼片嫩，你看这，我为龙打过鸡腿，我天哪！来快点，来，弄不嫩？哇，嫩去吧。嫩啊！嗯，不错。嗯。手艺还可以吧？哎，可以可以。嗯，那肥肠也好吃。你看肥肠马人，俺公司我肥肠的，这肥肠马人。来点好东西，好东西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嗯，这肥肠可比这个鱼贵多了啊！哈哈哈！班长，你吃点水嘛，辛苦半天了都。嗯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嗯，好劲的，这土鸡劲了吧？嗯。正儿八经土鸡，肉倍儿弹。嗯，来吃点鸡嘛。好。嗯。饭能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晚上哥带你去潇洒。我才不去呢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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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